嗨，你好，我是澎湖海事的周秉成。由于近期地球资源枯竭，环保意识崛起，在航行的期间，我们会遇到许多大自然中的阻力，何不把它转换成助力呢？这次有幸让我这个概念能够做出来，这一艘船有点粗糙，但是它只是概念船，利用风力转动叶片，叶片带动传动轴，再利用齿轮等简单的传动装置，将叶片的转速传到舷桨。这是一种将风的动能转换为机械能的构想。制作的材料呢，我选用家中现有的材料下来制作。首先将瓦楞板剪成一片片船形的剖面图，再固定在轮毂上，以胶布将一片片的剖面图缠在一起，制作成船舷。我把家中一台玩具车及风车拆开来，制作成风力传动装置。装上甲板后，以报纸贴满整个船身，并以白胶加水均匀的涂抹整个船身。等到它自然风干之后，你就可以喷漆上色，这样一艘船就像完成了。我的简介到此结束 ，See you。